闪，你要小心。我在桥上面，监管者可能在马戏团吧。我在活木马。活木马是啊，在马戏团了。终点有没有人呀？没有，我在鬼屋。马戏团那个。他在那个，来桥上了。骆驼在我这，在桥上。骆驼不是鞋子。骆驼在桥上。七点有没有人呀？我往前面走了。七点的话，提前可以提前走。骆驼在追我，我们这边要小心骆驼的钩子。鬼屋是谁啊？这边骆驼的钩子是可以把人勾下来的，要小心哦。鬼屋不要传电啊，我传你。不要早点开，不早点开的话，到时候他会把人勾下来的。我就可以上车了，再要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上面去坐车，回去坐车。就在那里修，就在那里修。就像这么一个套路，他带底盘，带插眼的。在二号站，你们小心，来桥上了，在桥上，在活木马在追我，你们小心。活木马吗？对，呸呸呸，在马戏团。学到这个套路了没有？你们可以在那边下一会儿。那你过来，到我这边，我到你这边。哇，这个点位差不多。这边我们绕一圈之后，用钩子勾里面的。让这边起开了呀！要躲钩子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要躲钩子。打满就吧，这电池不够。看满就，他这边居然勾过来了，我吐了。讲道理应该是空勾的，他是空勾之后，我能继续绕一圈，可以压满就。到时候谁凶谁就。我快凶。然后调香师施完的话过来帮忙保，祭司的话你小心，他可能会去躲你。你施完他可能会觉得你会过来就会躲你，小心。你压满就行，对不起。那我先完去保他。对，你们要两个人保，你可以，即使可以接大洞，到时候先等等。乔生是完就接大洞给他，让他打接管，接大洞给他。你要用大洞已经，用多少？那过来，过来，那走过来，到时候。接救！保一下，帮忙扛刀，即使。他打你了，没事，那抬上去救吧。我这边先走。他追你，没有要挂了，他没有了。现在要挂了。压满就行。压满就行。这边有两个眼。他插眼的，还没换技能。我们这边要躲一会儿。你可以压满，他还没换技能。我这边到时候也能偷。追我。60。追你是吧？追你要讲，我这边就去偷了。祭司的话，你大洞好没有？洞好了。先等等。可以接门了。等他倒地，开。开。去压门，祭司去压门。常常你到起点之后说一下，让祭司接洞。我在起点。你到了之后让他接洞，接吧接吧。能接到？能接吗？能。先接洞再开门。免得传送，他就是传这边，我们就走大洞走那边，两个门都开了，他换传送了，传那个，钻洞，摸墙，他这边过不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